这期的音乐。好，是可以说吗？经纪人可以来是吗？可以。我本来是没有发现，是跟我一起去的人，工作人员跟我讲，你没有发现你坐在那，然后固定会有3到4个男生喝了一点酒就会往你这边靠。长相是你的菜吗？他的长相不是，你又不是菜。我的菜是很特别的，我喜欢很有分量感的，所以你是很壮的。你喜欢胖的？我喜欢有肚子的。特别哦。我喜欢有肚子，我不喜欢有肌肉，因为我觉得他衣服脱下来如果是肌肉，我可能我会吓跑。真的吗？我对肌肉没有好感。这边艳遇对象是肌肉男，不是？对。是高的，好好哦，羡慕哎！我理解他们羡慕，你在羡慕什么？我也需要，我也需要。我把电话给你，我把电话给你。对，三四个都有联络。没有一个，只有一两个有联络。对，他有跟你特别说什么，想跟你再约见面之类的？对。你有答应吗？没有。不是啊，我。该不会飞来台湾找你？我很怕。好浪漫哦。对啊，浪漫啊，浪漫嘛。对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我自己都害羞。经过多次的失败以后，现在会比较谨慎一点，然后我会想比较多，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冲动。对，就是对，你对。恋爱脑，对。长大了，长大了。对。然后现在就会想很多，就会想。你有没有结过婚啊？然后你经济能力怎么样啊？你有问他有结过婚吗？没有，我怎么会去问人家这个？才刚认识，但是心里会想。对，我会对。然后如果你是什么工作啊？就是以前可以吃亏，现在不行哦。对，因为吃亏都是伤心。哪来有时间吃亏？对对。好，我应该好好问你的。所以你会介意离过婚的吗？我不会。怎么离过婚要胖？我会很特别。可以有小孩啊？有小孩，对方可以有小孩，可以有小孩，可以有小孩。你蛮他蛮喜欢小孩的，我很喜欢小孩子，非常喜欢小孩子。对，但对方如果离婚，然后有6个小孩，这样太多了吧？很多。现在没有人生这么多了吧？这么棒棒吗？也是啦，也是啦。